来西亚有一个出车祸的同修，然后上海的师兄大家一起祈祷帮他念经，希望他能恢复过来。那天晚上我也念经了，晚上我就梦见了有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在码钱，就是好像银行里面一刀一刀的钱有好多好多，就得像个小山一样的。然后我就听见有人说快点快点，那个钱要往一个地方去送，要不然时间会来不及。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不简单啊，这个人要很多小房子，业障很重的。啊，是这样是吧、啊、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、哦、因为我们你们要记住、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树有根水有源的，他今天能够有这种报应的话，一定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有关系。他现在拍录像的话，是因为他现在在做功德，他可能过去已经有过不好的事情了、并不是说因为你现在做功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报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明白师父。啊，现在你们帮他念小房子呀，这个前面就是小房子呀，还听不懂啊、就是、让大家帮他念小房子。我们在微信圈里有师兄说大家在什么时间里给这位师兄念经嘛，那天我也就是赶快给他住念小房子嘛就好了、啊、好的好的，明白了师父、啊、谢谢师父。师父要记住这种梦梦就叫你们多给他点小房子、如果没小房子的话他时间就不够了、听不懂啊？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会的。我跟你们讲一定会的，说做功德的人如果出这么大的事情，一般的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前世的恶缘太重，虽然今世在做好人，但是他恶缘来了他逃都逃不掉。还有一种今世没做好事，上辈子又有冤结，只不过现在刚刚开悟，但是呢他过去做的事情呢已经受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师父。就是说现在做的好事不能抵消他过去做的坏事。明白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师父。